到席艺，一人歇机签亮相重庆杜莎夫人蜡像馆，为其全新造型蜡像揭幕。继以创作型歌手形象入驻上海杜莎后，谢继谦变身和平使者，以世界和平造型入驻重庆杜莎夫人蜡像馆。揭幕活动现场，谢继谦身着以蜡像同样款式的黑色 T 恤衫，以自己的新蜡像合影留念。他还携手重庆杜莎夫人蜡像馆，为六名三城贫困学子送上高考圆梦居住公益行动，帮助这些孩子顺利完成大学学业。这也体现了薛之谦的世界和平口号正在努力落到实处。